我们逛书店买书，可能因为喜欢那个作家的作品，也可能因为我们喜欢那本书的主题内容，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那本书的封面设计而被吸引了，于是在茫茫的书海中我们就捡起了它。 Play 指标本，听黄子清说封面故事。作者黄子清自认是工匠，而又有剪花王子之称，他坚持以手工艺的精神打造出个性迥异的书风，也使得他在书籍装帧的领域中树立了独特的个人风格。 Play 指标本是黄子清的书籍装帧作品集，书中收录了他68帧的书风设计，也就是68本书的设计故事。它既是黄子清对自己作品的回顾，也是他和这些作品对话的记录。有些很抽象，有些很具象，但是你可以从这些沉默的书封里面听到声音。欢迎 Play 指标本的作者黄子清。子清，欢迎你。你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因为我看了这个书名哈，对 ，Play 指标本哈，对，觉得很特别。Play 也许我可以想象它是玩耍，你当你在做设计的时候，你可能是存着一种玩耍的心情哈。对。但是你把你的封面设计称为指标本，嗯，那标本一般来讲，我们都觉得是可能是稀有动物哈，稀有植物的那种哈。为什么你会取这个名字来说你的设计的故事？标本在我的那个这个关键字，在我作品名之一，就是一种先把它弄标本，然后活化它，所以它就是会搭出一个新的路径。所以标本的意义就是说，封存它，然后你看它内在的内容是什么，你自然会去思考。那 play 其实本来是有一点按 play 去听那个声音的意思，所以就是说标本本来是不会动嘛，静止的嘛。那一方面用各种方式，用艺术方式活化它，甚至还用分类的方式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，所以里面可能有分，童谣或是歌德，或者是噪音，就是用声音的表情同又分别去诠释本来这个视觉的内容，其实是想要玩这个东西。文学是一种静物，也像一棵树。一棵树静止不动时，人们常忽略了它的存在。而若我们轻轻摇撼那树干，不停地把手的动作轻轻传到树的基端，再传到终端、末端，静物可能就会动起来。因为封面设计它就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嘛，哈、但是你把你的那个每一个封面把它分类，你分成6类、然后每一类你都给它一个声音的，然后歌德，因为我特别对歌德这个。歌德他的风格就是比较古怪，对，就是比较酷一点，黑一点，酷一点这样子。就有些书就可以用那个方向去走，有些就很譬如很纯真，那有些就是不插电，就是说它没有电嘛，所以它就很原始、直接的情感，是用这样的方式。耳语呢？耳语 whisper 就是说有一点非常的私密，所以里面我会放一些。日本一些他的作家写的东西是非常私密的情感，但是有公共性，用这样的方式去分类，重新再打散，然后再分类，然后再用这种形式搭出新的路径。所以封面设计哈，然后你一再的希望说我们听到他的心跳声哈，你认为说 OK 艺术的你自己的创作它是一个独奏，但是当你设计封面的时候，你必须要跟编辑对。必须跟作者要沟通，对，然后你还要跟各种的素材对去打交道哈，所以你认为它是一种合奏哈，所以它是有声音的哈，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这样子，就是这么对比对照的？就做封面设计这些年哈，慢慢就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出版社的文化、作者的性格、责任编辑的做事方式了，然后我就发觉哦，原来其实是。一样，本来说一个人他写书，他本来在家里可能写了半年或10年，不管哈。然后他后来他碰到怎样子的出版社跟责任编辑，其实就会就是说有一个很关键的，就是编辑这个角色，
编辑他就是把知识重整，然后包装，要重新分类，然后再给读者。那你自己在做设计之前哈，你是会受到编辑的想法的影响呢，还是说你有你自己的想法？就是说这有两种，一种是编辑直接找我，一种是编辑有时会找作者直接找我，这两种都有可能。而编辑如果直接找我，我就觉得他 有可能是他胸有成竹，或者是他没有，但是他想听我的意见。是。那如果跟作者一起来找，可能那个意思他表示说希望我直接跟作者一个交流，然后知道他的内在是什么。这些状况其实都有发生，然后会有不同的趣味或是形态会出现的。你挑不挑出？我是比较习惯文史哲艺术类。文化文史哲艺术这些这样的形态，我觉得做了比较好，这样。是，我看你的书里面哈，其实你的那个封面设计啊，有些是非常让人非，我刚刚前面讲的是非常具象哈，就是非常容易让人了解。对。譬如说，请问101在哪里哈？那那本书名你就可以知道，一定是一个大陆人写的。101那个数字的讲法，嘿。对。然后呢，你中间有那个作者那个女孩子骑着一个摩托车啊，她在旅行，然后你旁边放了很多很多的那种景点，然后明信片，而且你用了很多那个写真帖，日据时代的一些写真帖的风景明信片哈，这个就是非常具象的一个东西哈。然后具象啊，具象，就是我从封面设计，我几乎就会立刻想象到，就是说它的内容或者它的性质，它可能是哪一类的书？因为这个，请问要粘在哪边哈？那整个的装帧的精神其实就是要把它做成明信片书啦，好，明信片成一张嘛，但是有一种是明信片，比如说100张会变成一个厚度，但是你感觉它是一个就有点像，比如说慈善便当，你也知道它虽然是便当，但是木纹的嘛，所以你对那个材料整个东西会有一种符号感，就是你知道慈善便当跟铁路便当有些是铁的，是好啊，那个明信片书它是纸，但是明信片啊，所以尺寸故意做明信片那么大，那前后都是明信片，对，所以那个可能是因为这样让那个节奏很明快，就是一看它从材料上就觉得它是明信片的大小，是，对，然后另外就是我感觉我看到那个就是譬如说西夏旅馆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幻想图书馆，其实你是用了多宝格的形式，对对对，好，然后那个其实西夏旅馆你是放了一些西夏，当然西夏的素材啊，文物还有作家的内心世界，对，然后那个多宝格形式，我就会想到旅馆里面放钥匙的一格一格的那些东西哈，那可能就是说我们的想法可能也会跟你设计者可能不一样，但是你可以给我们观者另外一种，那边幻想图书馆它也是一格一格，对对，那我就会想到书架的一格一格哈，你是有想到这个吗？还是这个是我们这个其实整个有一点就是说借用艺术史的现成物啦，或者是达这样，好，就是他拿一个实在的东西出来，比如说拿一个一个衣架子或是一个木头，可是或者一颗石头，哦，变成一个它本身的轮廓或材料，就讲一个故事。可是变成说好，有一种就是说我如果我要把用一个石头或者一个豆腐做封面，其实我可能用拍照的方式嘛，可能一个豆腐可能讲一个软实力或者什么之类的，石头也是。可是如果我要同时我要用50种物件来讲话，我就必须给它一个容器的，就那个形态上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平行空间的切割，那个可能就是从那样来的。一方面是现成物，它一方面就是说必须要给观者一个焦点，一个界面嘛，好，制造一个艺术的界面，那里面可以写实也可以抽象，所以有些像烟一样啊，有些就像一个兽骨啊，有些有大漠的风光啊，有些有驴子啊，有些有打字机作者的世界啊，其实那个形态大概是类似这样，就是有进有动啊，也有封闭，也有跑出来，也有陷进去，但是它彼此之间又都在一直在对话，很缓慢的随着观者的想象或者是吸引，它就会产生一个里面就是一个世界这样。Thank you.
其实我看了你的书里面哈，我对于那个洪金珠写的那个，对，熟酿，是不是？它那个发酵，就是你放了一个酵母，酵母的那个一个白雾的一个球状，其实那个是我非常有感觉，就是说，第一个我就知道他是在讲日本的东西，另外它是食物的东西，另外它绝对是发酵跟酵母有关的，有关系的一个东西。然后你自己在解释你这本书的时候，你说是让你想起了你祖父的以前的那个老的房子啊，老的那种时代氛围啊。那事实上他那个也是昭和时代，因为他们就住在成田那里啦，他跟他先生嘛，啊，整个的环境，他有个院子，然后他里面很多的，比如说他在煮水哦，或是蒸一些东西，就在户外。哦，啊，下面可能架柴火，啊，那些从那照片你就看见那个柴火在户外这样烧，然后下面有个很大的鼎，啊，那个时候就跟我那个祖父他们在洗澡要烧开水那个鼎其实有点像，就是很多东西是跟大气直接接触，而不是说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空间，然后直接在户外煮食，哎，然后整个的人跟空间的感觉其实是非常的立体。这样，那个封面其实是用比较更简单的方式，嘿，因为就是一种味道跟能量啊，嘿，其实是类似这样。然后你的其实你的有些封面设计，我在想，因为你还蛮年轻的哈，那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，因为那个复刻时代有没有用了很多，对，红彤彤小脸的男孩女孩哈，然后来好几本书嘛，对，嘿，是，那你怎么会想到用那样的一个？因为他们好像都是跟一些小孩的药啊，或者什么健康啊，什么有。因为其实我外公家以前是在台南延平街开杂货店，就是在延平街，所以小时候就看了一些酱油啦、味素啦、啊、衣服啊、茶叶啊、啊卖瓶瓶罐罐的糖果啊、然后奶粉啊，就是所有的东西，小时候都一直在看那些东西。然后那时候的杂志是类似平凡杂志什么那样的。然后我就觉得那一部分的养成的记忆，就是会一直，我一直常常回溯到那边。然后我想，我好像可以取得一个能量，那个能量好像就会觉得，那已经比较不是美感的问题，不是说啊这个美或不美，或者就是说觉得那能量好像如果把它召唤出来，然后用某种适当的书写，它就可以，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形态会出来。欸，就是大概是那边人是说我常常去那个路径，其实我是熟悉的那个路径。这样，那其实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，但是其实这个为什么我会这么选择，或是为什么这么做，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的。是，欸，那就是一个对那个召唤，然后觉得有能量。我觉得非常有趣，就是你用了很多种素材哈。对。然后我觉得你特别感兴趣是用那种像树脂啊，像有点像凝胶哈。对。然后把一个东西这样子封存起来，是你的创作的理念，还是说你现在？因为其实，我发觉慢慢的从我学生时代或者出社会一直走下来，慢慢我觉得我对记忆历史都很有兴趣，这个题材哈，历史的辩证啊、史观啊。然后，物件啊，物件虽然是说，虽说是物件，但是你观察到物件，就会想到物件的族谱嘛，就是也有点，其实跟记忆历史也有关系这样子。我最早是做拼贴，就是用很多平面的方式去拼凑很多记忆嘛。
那慢慢的就把拼贴，因为很多是来自纸嘛，然后一开始是把纸立体化，哦，纸变成是像纸雕这样的形态出现，然后到后来又直接用一种，因为当用纸立体化，其实它就是在塑造一种体积感啊。哦，这好像很抽象，但是就是一种，哦，比如说你想象中，如果我们那个茶杯或是水壶是透明的，你就可以感觉到你的体积感就来自那个轮廓嘛。是。所以就是记忆有时做把它成型的时候，它就是赋予它一个体积感。你要是像一个像一个海洋那么大的体积，还是像一颗雪花那样的体积，哦，然后这个形态就是我一直做记忆，然后后来就用了那个材料，它很像琥珀，哦，它就是一个透明的形态，但是也不是完全的透明，它可能有一些颗粒或是杂质，有时甚至会裂，它就有点像冰封，冰起来，冻起来。就是你一开始会看到里面的物件，但是你也会感觉到外面它包裹的，那个部分，那是属于中介的部分。很多人其实在从事艺术创作，不管是绘画或者是摄影啊，或者是做设计，对，大部分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要求艺，因为我希望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希望一出来我就是非常独特的，然后可能慢慢的因为受到影响之后，反而就是或者素材啊越来越多，然后每个人都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反而会开始有点同了，对。但是你的过程，照你在书里面讲，你是从同求同一直到求异哈，刚好跟人家那种创作的那种历程是相反的，为什么？这一定是牵扯到一个工作历程嘛，因为一开始工作历程牵扯到工作环境跟市场，那一开始做就是说一个东西现在把它做好，就要知道说市场这个东西在多元市场是什么，要去体验这个过程，那体验久了后更了解市场，就会觉得是说其实不一定要完全照那样做，就是说可能出版社或是作者有那样的需求，但是他们的观点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是正确的，有时你可以建议他，或者觉得这个观点是不错，但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或者怎么样子的，用一个更轻松更跳跃的方式，其实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，所以那就变成是这部分是求异的过程。但是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，那其实是整个的历程过程可能很对，很难很难啊，因为你要沟通，尤其人跟人之间的沟通的这种事情，还有那个拿捏，因为有时候你明明知道再怎么沟通都沟通不出来的，你就必须要用一种语言的方式跟他讲，或者流程上你必须要用一个方式，让对方能够理解其实是可以怎么做的。在这，因为很多是版面的语言、艺术的语言、文字的语言，是有时是不能完全前置时就是把它讲出来，因为其实它还不存在，是，对，就必须要靠默契，或者还有责任编辑还有出版社的之间的信任，或者是就是共，我说才说它是个合作嘛，对，不是说自己一个人一直拉一直打一个鼓，然后不管别人的那个声音是怎么样。你想到胶囊的，讲到时光胶囊啊，想到了那个标本哈，用把它凝结起来。那么我在想说，如果多年多年多年之后，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来的人挖掘出了你的封面设计哈，之后你期待他们看到的是什么？就是他们一定会对于这个世界，他们有他们的
想法嘛，根据这个东西，就像我们考古挖出来，我们可能对，其实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说，我怎么看我挖到以前百年前或是什么东西的感觉，而不是说我希望他们看到什么，因为其实是就像是我是觉得文明跟一些书写，其实它是延续性的，对，延续而不是单一片段的，是，哎，对，你有没有希望他们以后怎么看？对你的作品好了，我就说，只是就说对于你的设计作品哈，后代人就说，如果说哦，今天我要做一个黄子清的封面设计的研究哈，或者做个论文，对，会，其实是说，其实如果说书风跟艺术创作不太一样啊，对，艺术创作其实是有一个点啊，比如说我灌一个茶叶罐，可能有一些想法，或者灌一个牛奶瓶，可能牛奶瓶本身，比如说我灌过牛奶瓶，上面有保存期限啊，整个就封起来了，那久了后它整个还会沉淀。然后这样的食品的感觉，我在做的时候，我知道它代表了一种，很难言喻出的无影民众的感受，这样。然后很多人看到其实包括我自己哈，我要再去看我的东西的时候，有时我会回到我做东西的感觉，但有时我会又会被打开一个新的抽屉，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。我是用一个比较客观性的方式去做，让别人做这个阅读吧，就是开放性、客观性的，比较是这样。但我觉得这样比较有能量。黄子清说，封面设计是一种合奏，是跟编辑啊、作者、素材的一种合奏，所以它是有声音的。你听见了这个声音了吗？下次去逛书店的时候，也许你可以先听到书的封面的心跳声。今天非常谢谢黄子清到节目来，子清，谢谢你。谢谢谢谢。你今天生病了，还把你这样子。哦，还好。还好，是不是？我在想说，你平常思考也是那种很抽象的思考。